佛学词典名相术语依照原始网站网页杠名00001htm 至05915htm 排序。有色指欲界与色界中具有色身的众生，有色天色界的诸天，有作有作者的意思，与有未同意，指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。有见执着时有的邪见，有所得有法可得的意思，有法有作为之法，如体用具全的一切事物是，若龟毛兔脚等体性全无者，则叫做无法。有门四门之一，见四门条，圆教四门，天台宗说圆教有四门，即有门、空门、亦有亦空门、非有非空门，有未有因缘造作之法，有流有是指三界的果报，流是指四种之果，三界的果报时有，故云有四种之祸，使人漂流于三界之生死海，故云流。四流者，即见流、欲流、有流、无名流。有为生死凡夫的分段生死，叫做有为生死；若是菩萨的变异生死，则叫做无为生死。有为果，有为法所结成的果。有为法指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理法。有为空十八空之一，为一切有为的事物，其本性皆空。有为无漏，虽然有为，但是通于无漏之法。有界有世界的简称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之三界，名为有世界。有相有形态可见的意思。有为解脱，对于无为解脱而言，又名无学之，即无学的圣解。圣解是大地法的心所，故是有为。有为法的圣解起于无学之果体，故云有为解脱。有相教佛于成道后十二年间说阿含经，是称为有相教，因阿含经是以诸法实有之理为本。有相无相，一切事物有形态可见，谓之有相，因缘所成，自性即空，谓之无相。相有情又名众生，即一切有情时的动物。有情术语 TV 梵语曰萨朵，旧意曰众生，新意曰有情。有情识者，有爱情者，总名动物。唯识数记一本曰梵言萨朵，此言有情，有情识故。中略，有情者爱也，能有爱生故。中略，言众生者，不善理也，草木众生。大日经书十七曰，有情者梵音所多，是者意，又名萨朵，是有情意。 From 佛学大词典。众生又名有情，即一切有情时的动物，即众缘所生，名为众生。又历众多生死，名为众生。十法界中，除佛之外，九界有情，皆名众生。有情世间二世间之一，见二世间条。二世间有情世间和气世间。有情世间即众生由惑造业所感的生死存亡的色身，也就是有情的正报。气世间即众生所依靠的宇宙国土，也就是有情的依报。有教说有的道理的教法，如小乘的俱舍宗及大乘的法相宗是。
有教无人为只有教法而无真正修行和证悟的人。有情缘慈见有情受苦及生起慈悲。有顶天明色界之第四众，本名色究竟天，因处于有形世界的最高顶，故称有顶。有无有法与无法，如小乘的七十五法及大乘的百法未有法，如龟毛兔角等绝对无者是无法。有是指常见即固执身心未时有的邪见，魔是指断见即固执身心未断灭的邪见。有无二边执着有的一边和执着无的一边，因为都是一边之见，所以叫做边见。有无二见不只有与无的二种邪见。有是指常见，魔是指断见。一切邪见都归纳于此二见之中，因由此二见而后生出一切的邪见。有结树语，有者生死之果报，其可招果报之烦恼谓之结。贪甜痴之烦恼都缚人而始住在生死之中，故名结。法华经续品曰，尽诸有结，心得自在。法华文明一上曰，诸有二十五有生处也，结即二十五有生因也。 From 佛学大词典。有结有是说有生死的果报，结是烦恼的别名。 From 佛学常见词汇。有间有间断，有想天在一切的天中，除了无想天与非想非非想天之外，其他都是有想天。有想无想，有想与无想的众生。有漏漏是烦恼的别名，有漏就是有烦恼。漏含有漏泄和漏落二意，贪甜等烦恼，日夜由六根门头漏泄流注而不止，叫做漏。又烦恼能使人漏落于三恶道，也叫做漏。所以有烦恼之法就叫做有漏法，而世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烦恼的有漏法。有漏因只招感三界果报的业因，包括五逆十恶五界十善等事。有漏果有漏业因所招感的果报，如人间天上乃至于地狱等事。有漏净土依有漏心而变现的国土。有漏智又名世俗智，即带有烦恼的智慧。有漏善法带有烦恼的善法，如五戒十善事。有漏禅有漏的禅定，也就是不究竟的禅定，如四禅、四无色定、四梵行等事。有漏断以有漏的道法去断除烦恼，如凡夫修行有漏的六行观以断除七十二品之修或事。有轮有世有生死的果报，轮是轮回，意味众生于六道之中轮回不止。有余土方便有余土的简称，四土之一，为无名未尽的人所生的国土，以及断除了世界之烦恼的圣者阿罗汉死后所生的地方，在三界之外。依小乘的说法，阿罗汉得了无余涅槃之后，即毕竟不生，不会再有生处。但是大臣却认为阿罗汉不是毕竟不生，当他们把三界的生死断尽了，便升到界外的有余土去。因此小圣所说的无余涅槃，其实还是有余涅槃。有余一涅槃简称有余涅槃。见有余涅槃条。有余涅槃依小乘的说法，
阿罗汉或业已尽，生死已了，而身体尚在，名有余涅槃，或有余一涅槃，言其生死之因虽尽，但还余有漏的一生在，待到一生一亡，则名无余涅槃，或无余一涅槃。依大乘的说法，菩萨变异生死之因尽，叫做有余涅槃。要到变异生死之果尽，获得佛之长生后，才叫做无余涅槃。就大小相对说，小乘的无余涅槃，因上有或业苦之残余，故叫做有余。至于大乘的无余涅槃，因究竟而无残余，故叫做无余。有余涅槃依小乘的说法，阿罗汉或业已尽，生死已了，而身体尚在，名有余涅槃，或有余一涅槃，言其生死之因虽尽，但还余有漏的一生在，待到一生一亡，则名无余涅槃，或无余一涅槃。依大乘的说法，菩萨变异生死之因尽，叫做有余涅槃。要到变异生死之果尽，获得佛之长生后，才叫做无余涅槃。就大小相对说，小乘的无余涅槃，因上有或业苦之残余，故叫做有余。至于大乘的无余涅槃，因究竟而无残余，故叫做无余。有边偏于有的一边。有学在小乘四果中，前三果为有学，即有所修学的意思，第四果为无学，即无可修学的意思。有复无忌非善非恶，谓之无忌，第八识是无复无忌，第七识是有复无忌。有复即有染污之意，因为它有四烦恼相应而起，所以有染污。有觉有观三昧，三三昧之一见三三昧条。三三昧三种的三昧，即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愿三昧。三昧是定的意思，空三昧是观察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原生的，也都是虚妄不实的。无相三昧是观察世间的一切形相都是虚妄假有。无愿三昧又名无作三昧，即观一切法幻有，而我所愿求。有体施设假二假之一，即在无名的事物上施设一个假名的意思。次第三观修天台空假中三观，先从假入空，次从空入假，后乃双离空假，入中道第一义观，名次第三观。次第缘又名等无见缘，见四缘条。四缘因缘，等无见缘，所愿缘，增上缘。因缘是种子与现行相熏其意未生果的原因。等无见缘是前念与后念必须次第相续而起，体用其等而无间断。所愿缘之上缘自是攀缘之意，心时未能愿，境界未所愿，心心所法，障境方生，即见相二分，具起未缘。增上缘是为于此法增强其利用，使其得生。在这四缘中，色法的升起但需因缘及增上缘，心法的升起则需四缘具足。此案涅槃叫做彼岸，生死即是此岸。此有四有之一见四有条。四有生有、本有、死有、终有。生有是指于诸趣中投生的一刹那，本有是在一生的过程中
除去生时一刹那、死时一刹那之外，中间的寿命。死有是指死时的一刹那，其时间仅限于终有未生之前。终有是指在今世已死，后世未生中间的中阴身。以上四有是欲界、色界的众生在一度生死中所有的四种有。死相人死亡时的相状，由死亡时的相状可以验知其人将来投生之处。瑜伽论立死相有六验，即一，若作善之人将死时先自足冷至其其上有温，而后气静者，即生人中。二，若作善之人头顶皆温，而后气静者，即生天上。三，若自顶冷至其腰下有温，而后气静者，即生恶鬼中。四，若自顶冷至膝，膝下有温，而后气静者，即生畜去中。五，若自顶冷至足，足底有温，而后气静者，即生地狱中。六，若罗汉圣人要入涅槃，或心或顶数日皆温。死魔死亡使人在这一生中无法再继续修行佛法，故谓死为魔。四魔之一，污染为污垢所染。灰和地狱十六由增地狱之一。乌加比丘拿东西送给在家人，希望得到的人生起报恩的心，可是不得到的人便很不高兴，这样有伤平等失心，这情形叫做乌加，是比丘所应当心的行为。灰生灭至二圣人断了三界的烦恼之后，便入于火光三昧中，烧生灭心，而归于空寂无畏的涅槃境界，这也是二圣行者的最终目的。目尼华意味寂，或寂寞，或寂静等。目尼王寂静之王，为佛的尊号。目尼先修寂静行的仙人的通称。百一公身又名百一物，或百一众聚。百是指比丘于三一六物之外的种种杂聚。在许多的杂聚中，比丘只能去留一种，谓之百一公身，一种以外的叫做常物。比丘的根性有三品，上品只续三一，中品加续百一，下品加续常物。目尼业一切圣者寂静的圣业，百一众聚与百一公身同。百八结业又名百八烦恼，即一百零八种烦恼，结是烦恼的别名，由烦恼而生的种种恶业叫做结业。百八者，三界之见或有八十八识，修或有十识，合称为九十八随年，再加上无惭、无愧、即谦、悔、睡眠、调举、昏审、田分、复等十禅，便成为一百零八。百八烦恼，一百零八种烦恼，与百八结业同。百八中成昏各达大中一百零八下，以惊醒一百零八烦恼。百丈指唐时洪州百丈山淮海禅师，他始创禅门的归室即百丈清归室。百丈也无有一老人在百丈禅师处听法，对百丈说：昔我住此山，有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我答他不落因果，以此错误，五百世堕也无生，请和尚为我下衣转语。师说：你问吧。老人便问，师答：
父辈因果。老人大悟说，今我已脱野狐身，明日在山后，其依王僧之力焚化我身。百光遍照王大日如来，百劫一百个大劫，百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间、天上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等十界，每界各具十界，成之便是百界。百界千如天台宗认为，一切法都是真如实相，或名为如，或称如是。十法界中，一外显的形相名如是相，二内具的理性名如是性，三所具的体质名如是体，四由体所生的利用名如是利，五所造的作业名如是作，六由作所种的因名如是因，七助因生果的助缘名如是缘，八由缘发生的结果名如是果，九所招的报应名如是报，十以上相为本，报为末，最后的归去及究竟名如是本末究竟。十界中的每一界情与无情色心万法，皆具此时如是。但此时法界的每一界又皆具有十界，所以才能昨日地狱，今日人间，他日畜生，在他日声闻缘觉等。十界各具十界，则成百界，百界中的每一界又名具有上述的十如，则成千如。此百界千如是天台对于万法的观感。百苦三界二十五有，各有生住意灭四相，何知便是百苦。生住意灭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是苦。百那一很多补缀的一，亦即僧一。竹林精舍又名竹园，为频婆娑罗王建筑以供佛说法的道场，在王舍城，也是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庙。竹园竹林精舍，洋车三车之一，建三车条，三车洋车、鹿车、牛车。洋车是形容声闻尘只能自度，不能度它，好像一辆小小的洋车不能载货物。鹿车是形容缘觉尘能自度兼度亲属，好像一辆鹿车能载少许的货物。牛车是形容菩萨尘不但自度且能普度众生，好像一辆大牛车能运载许多的货物。羊鹿牛车、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。羊车是欲生闻尘，鹿车是欲缘觉尘，牛车是欲菩萨尘。这种譬喻是以羊鹿牛车所能运载数量的多寡来比喻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乘的力士成果。羊鹿牛车、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。羊车是欲声闻尘，鹿车是欲缘觉尘，牛车是欲菩萨尘。这种譬喻是以羊鹿牛车所能运载数量的多寡来比喻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乘的力士成果。老苦四苦之一，见四苦条。四苦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老婆亲切叮咛之意，老婆禅亲切叮咛之禅。耳根六根之一，见六根条。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眼是视根，耳是听根，鼻是嗅根，舌是味根，身是触根，意是念虑之根。根者能生之意，
如草木有根，能生枝干，十一根而生，有六根则能生六十，亦复如是。其中何根生何时，各有其界限，不相混。例如眼根只能生眼识，并不能生耳鼻等识，与可类推。耳识六识之一，见六识条。六识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沿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而生的见闻嗅味觉思的了别作用，因为是八识中的前六识，故常被称为前六识。肉山比丘须受信众的布施，死后成为一座大肉山，以偿还其债。肉心肉团心即心脏，肉身菩萨又名身身菩萨，即此父母所生之身已是菩萨。肉眼人间肉身之眼为五眼之一，肉灯割肉燃灯以供养佛，自利众生自己修行的力量，自心佛自己心里的佛，因自己的本性原是与佛一样的，自比量因名三量之一，见三量条。三量限量、比量、胜较量。限量是在根境相对时，用不着意识思索就能够直觉清正到的，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前五识去了别色身香味触五尘的时候是。比量是比度而知，如远见烟就知道彼处有火，听到隔壁有说话的声音，就知道里面有人事。圣教量又名圣言量，是因为有圣人的文教才知道的意思。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限量和比量如前所说，非量为心心所愿尽时，判断错误，如见神以为蛇，见月明以为天亮等事。自在天见大自在天条，大自在天又名摩西首罗天，是色界十八天中之最高天，此天天王身有三目，自在进退无碍的意思，指无人的心完全脱离了烦恼的系缚而通达无碍，自受自用见报身条。报身佛三身之一，此身是诸佛修福慧功德圆满时所显现的自受用内证法乐之身，以及完成佛果之身。自行化他又叫做自利利他，即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又叫化他人。自在王大日如来的尊称，自信三宝，自信本具的三宝，如众生具有灵明觉照的佛性为佛宝，其性常寂圆净为法宝，有荣耀和乐意为僧宝。自信诸法各自有其不改变不生灭的自信，故一切现象的本体或一切心相的性体叫做自信。自信五分法身相见，五分法身相调，五分法身相一界相，为自心中无过失、无罪恶、无极贤度能的心理，无悭贪甜分的念头，无劫掠杀害的意图。二定相，为看到一切善恶尽相之时，自心不会散乱。三慧相，为自心无障无碍，常以智慧关照自己的真如自性，不造作一切罪恶之事。虽是修行种种善事，但心中不执着所做的善行，尊敬上辈，体念下人，怜悯孤苦，救济贫穷，
四解脱相，为自心在外境上魔所攀缘，不想善，不想恶，安然自在，没有挂碍。五解脱之见相，为自心既于善恶都魔所攀缘，但也不可以承诺断空完守孤寂，应当广泛参学多多闻法，认识自己的本心，通达诸佛的道法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菩提时，真如自性毫不变异。香的意义是以智慧火烧那抽象无价真香，这是真实的庄严佛身，这是真实供养如来。这五分香皆从自性上说，皆从功德上修，也就是从自证自性法身来成如如佛。自性戒又名本性戒，即不待佛制自性便可受持的戒，如十善戒是。自性行四种性行之一，自性身四身之一，见四身条，四身化佛，功德佛，智慧佛，如如佛。其中化佛即化身，功德佛与智慧佛即报身，如如佛即法身。自性身，他受用身，自受用身，变化身。自性身即法身，他受用身与自受用身即报身，变化身即化身。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、化身。本来应身即是化身，化身即是应身，这里把它们分开来，是因为应身是指八相成道的佛身，而化身是指一时化现的佛身。自性清净心又名如来藏心，无人本具的心，自性清净，离一切的妄染，故云自性清净心。自相一切事物皆有自共二相，见共相条，共相诸法有自相与共相二种，个别不同的相叫做自相，与它共通的相叫做共相。自性弥陀，自性就是弥陀。依心性的道理说，自他本来是不二的，念佛人不生不灭的心性与弥陀佛不生不灭的心性毫无差异，故念弥陀即是念自性之佛。自相空十八空之一，自成果三圣各自的圣果。自自身种于七月十五日，结下安居已毕，便在大会中任由众人自举自己所犯之罪，并对着其他比丘作忏悔，叫做自自，又名随意，即可以任由他人随意检举自己的罪过。自自监度二十监度之一，自自日指结下安居的最后一日，自调声闻缘觉的修行方法，其方法是自调自净自度。制度论说，求福德皆为自调自净自度，持戒是自调，修禅是自净，智慧是自度。复次，自调者正语正业正命，自净者正念正定，自度者正见正思维正方便。自调自净自度见自调调，自调声闻缘觉的修行方法，其方法是自调自净自度。制度论说，求福德皆为自调自净自度，持戒是自调，修禅是自净，智慧是自度。复次，自调者正语正业正命，自净者正念正定，自度者正见正思维正方便。自正清自正物和体验，自正分见四分条，
四分为十宗，对于心境的关系，认为有主观的十，用以了别客观的现象，可以分作四分来解释，即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、证自证分。相分就是由十所变现的外境，见分就是能愿境的见照作用，自缘起所变的相分。自证分就是证之见分者，证自证分就是自证分的内向作用，有反照的结果，证之其自证分者。自证生五众法身中之法界身，及四众法身中之自性身。智较量又名圣较量、正较量、身量等，为三量之一。见三量条，三量限量、比量、圣较量。限量是在根境相对时，用不着意识思索就能够直觉清正到的，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前五识去了别色、身香味触、五尘的时候是。比量是比度而知，如远见烟就知道彼处有火，听到隔壁有说话的声音，就知道里面有人事。圣较量又名圣言量，是因为有圣人的文教才知道的意思。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限量和比量如前所说，非量为心心所愿境时，判断错误，如见神以为蛇，见月明以为天亮等事。智德具足意味信仰阿弥陀佛而念佛的人，现世就能具足无上的功德。舌香佛三十二相之一，佛有广长舌香，此香乃是表示多生多世都不妄语。自体分与自证分同，舌舌讽诵经记时，因为念得很快，所以将文字的声音省略，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只念作南无佛事。舌根六根之一，见六根条，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眼是视根，耳是听根，鼻是嗅根，舌是味根，身是触根，意是念虑之根。根者能生之意，如草木有根，能生之干，十一根而生，有六根则能生六十，亦复如是。其中何根生何时，各有其界限，不相混。例如眼根只能生眼时，并不能生耳鼻等时，与可类推。舌识六识之一，见六识条，六识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言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而生的见闻嗅味觉思的了别作用，因为是八识中的前六识，故常被称为前六识。色指一切有形象和占有空间的物质。色可分为内色、外色、显色、表色、形色五种。内色是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之五根，应属于内身，故名内色。外色是指色身香味触之五境，应属于外境，故名外色。显色是指我们常见的各种颜色，如青黄赤白等等。表色是指有情众生色身的各种动作，如取舍身躯等等之表相。形色是指物体的形状，如长短方圆等等。色入十二入之一，色有三有之一，见三有条。三有三界的生死有因有果，所以叫做三有。一、欲有，即欲界的生死。
二、色有，即色界的生死。三、无色有，即无色界的生死。本有，当有，终有。本有指现身的身心，当有指未来的身心，终有指本有与当有之间所受的身心。色心色与心，色是指有形的物质，心是指无形的精神。色即是空，色是指一切有形的物质，这些物质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，其当体即空，故说色即是空。色身由四大等色法所组成的肉身，色法指一切有形的物质。色界三界之一，在欲界之上，因此界的众生，但有色相，而无男女诸欲，故名色界。色界的范围包括初禅至四禅等一共十八层天。色界十八天，在色界中一共有十八层天。色聚色与心本来是不二的，若说心具有三千诸法，则色亦具有三千诸法，所谓一色一香，无非中道。这里所说的色聚，是天台宗至极的法门。色相一切物质显现于外可以眼见的形象。色无边处定，简称十处定，即无色界第二天时无边处的禅定，为四空处定之一。色处十二处之一，色成六尘之一，见六尘条，六尘色尘、身尘、香尘、味尘、触尘、法尘。尘者染污之意，未能染污人们清净的心灵，使真性不能显发。又名六境，即六根所愿之外境。色境五境之一，见五境条。五境色身香味触五法，是眼耳鼻舌身五根所愿之境，所以叫做五境。色地天台宗空假中三地中假地的别名。色蕴五蕴之一，见五蕴条。五蕴，蕴是积极的意思，五蕴就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色就是一般所说的物质，便爱味意，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种所造。受就是感受、领纳味意，其中包括苦、乐、舍三受。想就是想象，于善恶憎爱等境界中，取种种香，做种种想。行就是行为或造作，由意念而行动去造作种种的善恶业。识就是了别的意思，由识去辨别所缘所对的境界。在此五蕴中，前一种属于物质，后四种属于精神，乃是构成人生的五种要素。写图畜生道的别名为三图之一。行指身口意的造作，行人修行的人，行不退永不退失菩萨的大行，行供养修行善法以供养诸佛，行果修行与果报，行法修行的方法，行相行事的相状，形象有粗有细，如前六十的形相粗而易知，第八十的形相细而难明。行者修行佛法的人，居住佛寺但留着头发修行的人，行苦三苦之一，见三苦条。三苦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苦苦是心生受苦时所生的苦，
坏苦是偶现之乐境失去时所感受的苦，行苦是诸行无常牵流不息不得安定的苦。欲界三苦俱全，色界只有坏行二苦，无色界则只有行苦。行舍行是修行，舍是舍弃，即修行人应舍弃我相和法相，亦即行一步舍一步的修善。行较偏重于修行的教法，行因五蕴中之行蕴，行业身口意所造作的业，可以照感苦果的善恶行为。行脚禅僧为了寻师访友及求证佛法而到处旅行。行解修行何之解？行进时佛修行圆满而证的无上境界的十种佛，即愿佛、业报佛、住持佛，又名正觉佛、法界佛、心佛、三昧佛、性佛，又名本性佛、如意佛，又名随月佛。行满城佛见四满城佛条，四满城佛性满城佛、解满城佛、行满城佛、正满城佛。于实性之满位，决定性诸法之不生不灭，清净平等，无可愿求，名为性满城佛。于实住之满位，身解法性，不起生死之想，不起涅槃之想，心我所不，意我所心，是名解满城佛。于实的之满心，能除一切无明诸惑，菩提之愿行皆具足，是名行满城佛。于妙觉之佛的无分别寂静法智及不可思议之圣妙功德，是名正满城佛。行树陈列的树林，行正修行和正悟，行愿实行和心愿，实践自己的愿望。行运五运之一，见五运条。五运运是积极的意思，五运就是色运、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识运。色就是一般所说的物质，便爱味意，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种所造。受就是感受、领纳味意，其中包括苦、乐、舍三受。想就是想象，于善恶憎爱等境界中取种种相，做种种想。行就是行为或造作，由意念而行动去造作种种的善恶业。识就是了别的意思，由识去辨别所缘所对的境界。在此五蕴中，前一种属于物质，后四种属于精神，乃是构成人生的五种要素。一指出家人所穿的袈裟，衣钵一指袈裟，钵是出家人用来慎师主供养食物的印器，二者都是出家人重要的法物，并可做师承的信证。衣钵的受受即代表着心法的接受。依法依指出家人的袈裟，法指正法，内传法以印证宗门的佛心宗旨，外传依以表示师承的信实无虚。西天指印度，因印度在中国的西方，西方同居土指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，因其土凡夫与佛菩萨共同居住。西方净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犀牛或周会在须弥山西方的大周营，因其地多牛，以牛为或邑，故名为牛或。为不退三不退或四不退之一，菩萨修道十住位以上，便不再堕落退失其地位。为妙十妙之一，
住心安住于道的心，见识住心条，识住心是密宗的教相判事。一，一生低阳心，一生为凡夫，凡夫不辨善恶，但念淫时如彼低阳，此即三恶趣的修因。二，于同持斋心，即由外因缘发起善心，或行事善，或持五戒，此即人间之果报。三，因同无畏心，即求生天上，离恶去苦，或修十善，此是大乘的助心。以上三心为世间助心，在佛法无胜中属人天成。四，为欲无我心，即以空人我为存五欲，此是声闻成的助心。五，拔业因众心，即观十二因缘，拔惑业因缘之种出于三界，此是缘觉成的助心。以上二心均属小乘教。六，他愿大乘心，即其度他之无缘大悲，此是法相宗的助心。七，觉心不生心，即其八不知正观，无知心性本来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此是三论宗的助心。以上二心均属三圣教。八，一道无畏心，一道即一乘法，身佛不二，净智圆融，无相无畏，一道清净，此是天台宗的助心。九，即无自性心，缘起无自性，无自性之极致，则世事无碍，此是华严宗的助心。以上二心均属一乘教。十，秘密庄严心，秘密庄严即曼陀罗，此是真言宗的助心，是为金刚乘教。注解四中节之一，住持安住于世界以保持佛法，主持寺院的和尚，住果安住于所证的果位，住持三宝佛灭后安住于世界上保持佛法的三宝，木雕泥塑纸画的佛像，即住持佛宝，三藏经典，即住持法宝，剃发染衣的比丘，即住持僧宝。住香四相之一，见四相条。四相生相、住相、意相、灭相。生相即有无而有，住相即成长之行，意相即衰老变坏，灭相即最终灭亡。此生住意灭四相，千流不息，此灭彼生，此生彼灭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见我人四相条。我人四相一，我相即在五蕴法中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有我之所有。二，人相因为执着有实在的我，站在我的立场，就称他人为人。三，众生相与我对待的众生不止一个，所有人及非人的差别相，是为众生相。四，受者相即在一期的生命中执着寿命的长短。佛梵与佛陀的简称，华义为觉者，也就是正觉和辨知的大觉大悟者。辨知是说对于宇宙事理魔所不知觉，正觉是说所知正确真实而无外道那样邪见妄执的错误，所以佛的另一尊号叫做正辨知或正等觉。觉有三义，即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。自觉是自己之正觉已超越三界凡夫，觉他是先觉觉后觉，
以修菩萨行而超越二圣，使众生皆得如自己一样的大觉大悟，觉行圆满是自他两觉两力功德圆满，以超越菩萨而完成究竟的佛果。佛七舍利道场已作佛事七天，若是念阿弥陀佛的都叫佛七，念观世音菩萨的叫观音七，念往生咒的叫往生七，但也可以都叫做佛七。佛土指一佛所住的国土，或一佛所教化的领土，有净土、秽土、暴土和法性土等的分别。佛化佛的教化，佛日欲佛能破除众生的痴暗，如红日能破除一切的黑暗一样。欲佛法慈悲广大，普度无私，如日之遍照大地。佛四无畏，佛对众生说法时有四种的泰然无畏。一，一切智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明言我畏一切智人而无畏心。二，漏尽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明言我断尽一切烦恼而无畏心。三，说障道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说惑业等诸障法而无畏心。四，说尽苦道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说戒定慧等诸尽苦之正道而无畏心。佛母，佛从法身，故法即是佛母。般若波罗蜜未生诸佛之母，故称佛母。世尊之母，即摩耶夫人，或称佛的姨母，大爱道为佛母。佛生日，佛的生日，就说是阴历四月初八日，心说是阳历的五月月圆日。佛历三昧，又名般周三昧，因此三昧于成就时，可以见到十方诸佛站立于其前，故名。佛应诸佛的应气，诸法实相就是诸佛决定不变的应气。佛心应的简称，指诵金山寺僧明乐园有辩才，苏东坡常向他请教。佛应成佛之因，即一切善根功德事。佛的达到成佛的地位。佛成道日，佛成道的日子，佛降生、成道、涅槃等，都在阳历的五月月圆日。佛为佛的地位，佛界又名佛性界或佛成界，就是成佛的界，也就是《梵网经》所说的大乘界。佛言量又叫做圣教量，即以佛神圣的言语做标准而决定是非。佛生佛的身体，有法身、报身、化身等的分别。佛是念经拜忏。佛具庄严佛坛的法器道具，如花瓶、香炉等事。佛足顶礼礼拜佛陀的足，这是佛教最隆重的敬礼法。佛具十身菩提身、愿身、化身、住持身、相好庄严身、势力身、如意身、福德身、智身、法身。佛信佛者觉悟之意，信者不改之意。佛性即是一切众生永不变异的觉悟之性。涅槃经说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如来常住无有变异。佛性真如，佛性与真如，能觉悟成佛之性，叫做佛性，不生不灭之实体，叫做真如。佛性与真如，同体异名。佛性常住为如来常住无有变异的意思。佛果，佛的果位。
佛法佛所说之法，即八万四千法门是。佛所得之法，即无上之真理是。佛所知之法，即一切诸法是。佛法受命，佛说戒律是佛法的受命，因为戒律若行于世，则佛法不灭。佛法藏即如来藏，亦即真如之理体。佛之见佛的真如着见，佛陀简称佛，是觉者的意思。见佛条，佛梵与佛陀的简称，华义为觉者，也就是正觉和辨知的大觉大悟者。辨知是说对于宇宙事理魔所不知觉，正觉是说所知正确真实而无外道那样邪见妄执的错误，所以佛的另一尊号叫做正辨知或正等觉。觉有三义，即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。自觉是自己之正觉已超越三界凡夫，觉他是先觉觉后觉，以修菩萨行而超越二圣，使众生皆得如自己一样的大觉大悟。觉行圆满是自他两觉两力功德圆满，以超越菩萨而完成究竟的佛果。佛前佛后难八难之一，见八难条。八难八个见闻佛法有障碍的地方和情形，即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北俱芦洲、无想天、盲聋喑哑、视智变聪、佛前佛后。此中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属三恶道，因业障太重，很难见闻佛法。北俱芦洲人福分很大，但不晓得佛法，故不能乐生脱死。无想天是外道所生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也是不能乐生脱死。换了盲聋喑哑的人，自然见闻不到佛法。视智变聪是世人仗着小聪明，不肯虚心修行，甚至还会毁谤佛法。身在佛出世前或是佛涅槃后，都见不到佛和听不到佛法。佛后普贤在成佛之后，再修像普贤菩萨一样利益众生的行法。佛界十界之一，即诸佛的境界。佛乘又名一乘，即唯一能令人成佛的教法。佛祖、佛与祖师。佛教之祖，即释迦牟尼佛。佛海域，佛法广大如海。佛即将来必定成佛的级别。佛教佛对世人的训示。教即训示之意。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，主张慈悲平等。在后汉明帝时，由西域传入中国，今盛行于世界各地。佛眼五眼之一，即佛陀之眼，能够见到一切法非空非有不可思议的道理。佛智佛陀的智慧。智度论说，佛智慧有二种，一者无上正智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二者一切种智，名萨般若。佛会礼佛诵经的法会，佛灭佛入涅槃，佛灭度与佛灭同意。灭度是灭烦恼和度苦海的意思。佛号佛名，佛经佛教的经典，佛道佛所证悟的道法，即无上菩提。梵语菩提，心意未觉，就意未到。佛敬佛的境界，佛
佛种能生佛果的种子，如菩萨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事。佛种性能生佛果的种子体性。佛说佛经口所说，佛会诸佛的智慧及一切种智。佛腊日七月十五日，腊者岁末之意，佛家以一下九旬安居之最后一日为岁末。佛宝三宝之一，佛是觉者的意思，能自觉又使他觉，自他之觉行圆满者叫做佛。佛是世界上的珍宝，故称佛宝。佛欢喜日即七月十五日，因此日比丘节下安居完毕，众僧正道者多，十方诸佛欢喜。迦耶山华意象头山有二处，一在灵鹫山附近，一在菩提道场附近。但三一十二头陀行之一，即比丘旦持僧迦离、郁多罗和安陀会的三一，不再续存其他的一。迦兰僧、迦兰摩的简称，华意为众园，即僧众所居住的园庭，亦即寺院的通称，指佛教的护法神。迦兰神保护迦兰寺庙的神。佛说有十八神保护迦兰，即美音、梵音、天鼓、探庙、探美、魔庙、雷音、狮子、妙探、梵响、人音、佛奴、颂德、广目、妙眼、彻听、彻视、辨识。但中离开空有二边，但取中道叫做但中，为天台别教的中观。但空小乘人分析诸法时，但见空而不见不空，叫做但空。大乘菩萨却说诸法如幻如化，当体即空，但在空中自有不空之理，叫做不但空。做犯做杀生偷盗等恶事而毁犯所受的戒律，做法忏三种忏悔之一，见三种忏悔条。三种忏悔：一，做法忏向佛前报成过罪，身口所作亦依于法度者，为灭犯戒之罪。二，取香忏于定心而欲忏悔之想，如佛来摩顶，以感瑞香味其者，为灭烦恼之性罪。三，无声忏正心端坐而观无声之理者，为灭障中道之无明。观普贤经曰：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十香，重罪如霜露，会日能消除。From 佛学次第统编。做持戒，戒有止持戒和做持戒二种，只是制止，制止身口亦不做诸恶，如五戒乃至具足戒等事，做事造作，策立三业以造作众善。以上二戒又名止持门和做持门，诸恶莫作是止持门，众善奉行是做持门。做意集中注意，令心警觉，作业身口意所做的善恶业。作愿门五念门之一，见五念门条。五念门净土宗所立，即一，深夜礼拜阿弥陀佛属礼拜门。二，口业直持彼佛名号，赞叹彼佛相好功德，属赞叹门。三，一心发愿，愿生彼国，属作愿门。四，观察彼佛菩萨及一正庄严，属观察门。五，把功德回向一切苦恼众生，令得毕竟解脱，属回向门。坐观闭起眼睛，
莫想一种相。别界即僧尼界，又名具足界。别相六相之一，见六相条。六相一总相，为一成含藏万法，如综合瓦砖木石等而成一屋。二别相，为万法有色心理事等差别，如一屋中的瓦砖木石等体性个别。以上总别二相，是就体言。三痛相，为万法虽别，然能融集成为一体，如瓦砖木石等能互相合合，成为一屋。四意相，为诸法虽能融集为一，但亦不失诸法差别的本质，如砖瓦木石，其形类功用皆各不同。以上同意二相，是就相言。五成相，为诸法虽差别，因融集故，互相而成为一体，如瓦砖木石，有互相成就之性，才能建立位体。六坏相，为诸法虽可融集成为一体，然若各住各位，则仍现诸法之相而不成一屋，如瓦砖木石，各住本位而不合作，则房屋相坏。以上成坏二相，是就用言。凡夫所见事相各个差别，圣人则六相圆融，因诸法体性平等，没有差别。兹列表说明如下：一、切诸法用相体，坏成一同别总，相相相相相相，差评别等门门。别相三宝，佛法僧三宝分开来个别现象。别相三观，别教所说的三观，即把空假中分开来做观。别相念处，指小乘行人修四念处观时，将其个别分开来做观。别时念佛，特别规定一个时间来念佛。别教指与二圣别义的一乘教法。别教一乘如华严经对顿根的行人，不谈三圣，只显一乘者是。别众十四位比丘以上别具一处起时时，称为别众时，为佛智所不许。别原指天台四教中的别教与原教。别业个别不同的业因。别解脱戒律的别名，因受戒能使身口意恶业，别别解脱，故名。别解脱戒又名别解脱律仪，别解脱是戒法的别名，因受戒能使身口意的恶业，别别解脱，故名别解脱，因合于律仪，故又名别解脱律仪。别解脱律仪与别解脱戒同。别境个别不同的境界，也就是别境心所。别境心所有五种，即欲、圣解、念、定、慧，此五种皆与五识心王四念相应。别报个别不同的果报。别请在众比丘中特别邀请一人来供养。若是如法的比丘，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别请的。判教判别教相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经中国学者各具己见，将其分为若干时或若干类，使发心研究佛教者教义探讨了解，名为判教。判是判断经论的旨趣和解释它的义理。判断如来一代所说教义的大小深浅，叫做教相判事。
利他利益他人为二利之一，利身利益众生，别愿个别的誓愿，如四弘誓愿是诸佛菩萨的通愿，叫做总愿，如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和药师佛的十二愿，即是别愿。历史性质很锐利的烦恼，见五历史条。五历史五种即性的烦恼，即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、见识史条。历行摄四摄法之一，见四摄条。四摄法不施摄、爱与摄、历行摄、同事摄。不施摄是对于钱财心重的人用财施，对于求知心重的人用法施，使双方情意逐渐深厚，而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。爱与摄是随着众生的根性，以温和慈爱的言语相对，令他生欢喜心，感到我和蔼可亲而与我接近，以达到我度化对方的目的。力行摄是修菩萨道者，以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人，以损己利人的行为，感化众生共修佛道，以达到我度人的目的。同事摄是修菩萨道者，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中，与各行各业的人相接近，做其朋友，与其同事，在契机契缘的情况下而度化之。菩萨嫉妒众生，必须先行此四摄法，使众生爱我、敬我、信我，然后方能听我劝导修行佛道。利物利益众生，物即指一切众生。利根很锐利的根气，利乐利益和安乐，利乐有情使众生获得利益和安乐，利养以利益保养身体。结饭与结帛的简称，意味十分或大时，即通常年月日所不能计算的极长时问。结水大三灾之一，即坏结时所发生的大水灾，由地下水轮涌出，大雨如车轴，二禅天以下竟为大水所淹没。结火大三灾之一，即坏结时所发生的大火灾，烧到出禅天，一切都变成灰烬。结出成结之初，亦即完成此世界的初期。劫灾指坏劫末期所起的火水风三灾，此三灾荡尽整个世界。劫海域劫数之多，好像大海的水量。劫烧指坏劫时的大火灾。劫浊五浊之一，人寿本为八万四千岁，后因得薄而寿命亦每百年递减一岁，减至二万岁时，即步入劫浊。可知人寿自二万岁至十岁之间，再由十岁至二万岁之间，都是劫浊时代。劫帛见劫条，劫饭与劫帛的简称，意味十分或大时，即通常年月日所不能计算的极长时问，即融合不二不离的意思，如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事。即中圆交的中地，乃空假二地相即之中，故云即中，以别于别教之中地。即心即佛，又作即心是佛，或即心成佛，是此心就是佛的意思。即心念佛，念自己心中的佛的意思。人们的心性周遍法界，本来是清净之佛体，但为无明所覆盖，不能显现，
不显现，所以才与弥陀相隔十万亿佛土。若显现即得己身之净土，此心便是弥陀。即心是佛，与即心即佛同意。即有即空，为一切有为法，其自性本来就是空，不是经过坏灭法之后才是空。即身成佛，即身修行，即身就可以成佛。密宗说三密加持相应，可以即身成佛。即是而真谓是理本来不二，在浅近的事相上，就已具有最深妙的真理。即空一切法不是灭了之后才空，而是其自性本来就是空，叫做即空。心经说色即是空，即空即假即中天台所立之三观，见三观条。三观指天台宗三观，即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；假观是观诸法虽同幻化，但有假相合作用；中观是观诸法非空亦非假，亦空亦假之中道实理。修此三观，能破三惑，证三智，成三德。兹列下表说明。指华严宗三观，即真空观、理事无碍观、周遍含容观。真空观是观一切法界的事相，皆以空为性，唯此空不是无的空，乃是真如的理性，超然而离诸相。理事无碍观是观真如的理性能生万法，故万法也就是真如，犹如水即是波，波也就是水一样。周遍含容观是观诸法互相含摄，重重无尽，不相妨碍，亦可摄多，多亦含一，大小互容，举一全收，具足而相应。指南山三观，即性空观、相空观、唯识观。性空观是观诸法原生性空，相空观是观诸法的相皆空无虚妄，唯识观是观诸法唯识所现。指慈恩三观，即有观、空观、中观。有观是观依他缘成之二性未有，空观是观遍计之一性未空，中观是观诸法以遍计性之故非有，以依他缘成之故非空，即是非有非空之中道。即假缘交的假地，乃空中二地相即之假，故云即假，以别于别教之假地。即离即与离，是理不二叫做即，是理差别叫做离。卵生四生之一，见四生条。四生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。胎生是在母胎内成体之后才出生的生命，如人类是。卵生是在卵壳内成体之后才出生的生命，如鸟类是。湿生是依靠湿气而受形的生命，如虫类是。化生是魔所依托，只凭业力而忽然而生的生命，如诸天和地狱集结出的人类是。吠舍印度四性之一，即伤人的足性。吠卢遮那又作吠卢遮那，就作毗卢舍那，为法身佛的梵名，亦即大日如来。含中教密含中道之理的教法，如天台四教中的通教士。含生含有生命的动物，含类含食的众类及一切众生，含灵含有灵性的动物。作四威仪之一，即端身正坐的一项。
坐具坐卧的器具，坐下安居的别名，即在夏季里静坐以修行佛法，坐禅静坐修禅。禅者，梵语禅那的简称，华意为静虑，即止息妄念以便明心见性的行法。坐禅十种行，坐禅的十种行法，即一，令观处明镜；二，起看诸根；三，晓了余香；四，智令心调；五，折服懈怠；六，心无畏者；七，心欢喜；八，心定成舍；九，静学定人；十，乐者安定。妙不可思议，绝呆无比等的意思。妙土，美妙的国土，即诸佛的报土。妙吉祥文殊师利菩萨。妙心，美妙的心体，即如来的真心。妙有，表面像是有，实际却是空，也就是非有之有。妙有真空，妙有者，不有之有，真空者，非空之空。妙色，美妙的色相。佛的报身与报土都有不可思议的美妙色相。妙典说妙法的经典。妙戒指菩萨所受的大戒，对于小乘的粗戒而言。妙明，妙明的真心，即无漏的真智。妙法为妙之法，妙果为妙的果实，即菩提涅槃。妙法供如来以妙法为宫殿，时常住在其中。妙法莲华经名，简称法华经，以莲华的明镜来形容大法的微妙。妙法轮为佛所转的法轮，殊胜而不可思议。妙音大士，妙音菩萨。妙法藏住放妙法的库藏。妙门为妙的法门。妙音天，妙音乐天的简称。妙音菩萨法华经，妙音菩萨品所说的菩萨名。妙音乐天，辩才天的别名。妙高山，须弥山的一名。此山由金银琉璃水晶四宝所成，而且是诸山中之最高者，故名妙高山。妙理为妙的道理。妙祥文殊师利菩萨的一名。妙喜世界为摩居士的国土。妙喜足天兜率天的一名。妙状菩萨名。妙状香三昧法华经所说十六三昧之一。妙德文殊师利菩萨的一名。妙慧为妙的智慧。妙乐美妙的欢乐。妙莲华喻佛的真知灼见，在染亦不污，犹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妙觉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智德不可思议，称为妙觉，为佛果的无上正觉，证得此觉的人，被称为佛。妙觉的证的妙觉的地位，即佛的地位。妙观天台宗为圆教圆融的三观为妙观。妙观察智法相宗所立如来四智之一，即转第六意识，妙观诸法之相，众生之机，而施展说法断疑之用。悉法十二部经之一，梵名阿伏达摩，即说悉其不思议事的经典，一名未曾有。寂乐又作寂乐，或寂乐，即是音乐。弟子徒众对老师的自称。形色有形的物质，色即物质的意思。妄忍对别人所加的侮辱，如同未曾受辱似的，丝毫不在意。寂乐指正乐，
五月、九月等三个月。见三长斋月条。三长斋月又叫做三斋月，即每年的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从早到晚，每日不过中食之戒。长斋是在那个月份里常续持斋的意思。忌日又名讳日，即人死亡的日子。因追怀其人而忌做逸乐之事，故名忌日。忍情忍辱之行，忍忍耐的意思，忍耐不如意的环境而不生甜贵的心。安忍的意思，即心安住于理而不动摇。忍土娑婆世界，娑婆华意为忍，又名堪忍世界。忍的觉悟无生法忍的地位，忍为七善根中忍法之位，总称正悟真理之位。忍即安忍，心安住于道理而不动摇的意思。忍法七贤位之一，四善根之一。忍戒娑婆世界，娑婆华意为忍，或堪忍。忍辱忍受各种侮辱而不起甜贵恼恨，为六波罗蜜之一。忍辱衣袈裟的总称。忍辱波罗蜜六波罗蜜之一。见波罗蜜条。波罗蜜术语譬百分之每百分之，又作波罗蜜多、波罗蜜多。一言就尽，到彼岸度无极，又单一曰度。以名菩萨之大行者，菩萨之大行能就尽一切自行化他之事，故名是就尽。乘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涅槃之彼岸，故名到彼岸。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，故名度无极。法华次第下之上曰：此六通云波罗蜜者，并是稀土之言，情番经论多不同。今略出三番，或番云是就尽，或番云到彼岸，或番云度无极。菩萨修此六法，能就尽通别二种因果一切自行化他之事，故云是就尽。乘此六法能从二种生死此岸到二种涅槃彼岸，谓之到彼岸。因此六法能度通别二种事理诸法之广远，故云度无极也。若依别事，三番各有所著；若依通事，则三番虽异，亦同无别也。大乘一章十二曰：波罗蜜者，是外国语。此番未度，亦名到彼岸。中略：波罗者岸，蜜者是道。俱舍光记十八曰：波罗，此云彼岸；蜜多，此云道。菩萨能到自成所往圆满功德彼岸处故。制度论十二曰：问曰，云何名谈波罗蜜？答曰：谈亦如上说。波罗情言彼岸，蜜情言道，是名度不失何得到彼岸。复次此岸名千滩，谈名河中，彼岸名佛道。慧灵因意义曰：波罗蜜多，唐云彼岸道，今回文云到彼岸。人王经梁分书上一曰：言波罗者，梵语也。此云彼岸，对彼说此，此岸者何？于四地中以其苦集而为此岸，为其苦集而为中流，涅槃菩提及灭道地而为彼岸。中略：言密多者，梵语也。此句二意，离意道意，于生死中离此道彼。
From 佛学大词典。忍智慧心安住于法，叫做忍；于境决断，叫做智。忍调以忍辱调福田慧。戒防非止恶的意思，不但恶事不可做，就是恶的念头也不许有。又名清凉，因人能止恶行善，则必心安理得，抚养无愧，故心无热恼而得清凉。戒月星好格，与戒腊同。戒腊受戒的年数。戒名在受沙弥戒时，师父所赐给的法名。戒刀比丘所配的小刀，此刀乃割切三衣之用。戒力戒律的力量，持戒的力量，戒行恪守戒律的操行。戒取与戒进取见同，戒定持戒与禅定，戒取见与戒进取见同。戒定慧又名三学或三无漏学。戒是戒止恶行，定是定心一处，慧是破妄正真。持戒清净心则安，心安则可得定，得定则可观照分明而生智慧。持此戒定慧三法，能对治三毒，成就佛果，所以又叫做三无漏学。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。以上五者叫做五分法身，戒者防身之恶，定者使心不乱，慧者破妄正真，解脱者离诸系缚而证涅槃，解脱之见者即涅槃所起之智慧。前三位修因，后二位结果。戒波罗蜜六波罗蜜之一。波罗蜜术语批百分之每百分之，又作波罗蜜多、波罗蜜多。一言究竟，到彼岸度无极，又单一曰度。以名菩萨之大行者，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化他之事，故名是究竟。成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涅槃之彼岸，故名到彼岸。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，故名度无极。法华次第下之上曰：此六通云波罗蜜者，并是稀土之言，情般经论多不同。经略出三番，或番云是究竟，或番云到彼岸，或番云度无极。菩萨修此六法，能究竟通别二种因果一切自行化他之事，故云是究竟。成此六法能从二种生死此岸到二种涅槃彼岸，谓之到彼岸。因此六法能度通别二种事理诸法之广远，故云度无极也。若依别事，三番各有所著；若依通事，则三番虽异，亦同无别也。大乘一章十二曰：波罗蜜者，是外国语。此番未度，亦名到彼岸。中略：波罗者岸，蜜者是道。据舍光记十八曰：波罗，此云彼岸；蜜多，此云道。菩萨能到自成所往圆满功德彼岸处故。制度论十二曰：问曰，云何名谈波罗蜜？答曰：谈亦如上说。波罗，情言彼岸；蜜，情言道，是名度不失何得到彼岸。复次，此岸名千滩，谈名河中，彼岸名佛道。慧灵因意义曰：波罗蜜多，唐云彼岸道，今回文云到彼岸。
人王经量分书上一曰：阎波罗者，梵语也。此云彼岸，对彼说此，此岸者何？于四地中以其苦集而为此岸，为其苦集而为中流，涅槃菩提及灭道地而为彼岸。中月严密多者，梵语也。此句二义，离异道义，于生死中离此道彼。From 佛学大词典，戒法佛所制定的戒法，戒品戒的品类，戒律防止佛教徒邪恶的法律，如五戒、十善乃至二百五十戒事。戒律藏说明戒律的经典，为三藏之一。戒相戒的相状差别，如比丘的戒相是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的戒相是三百四十八戒事。戒相戒行庄严，以德为相。戒师又名戒和尚，即受戒的师父。戒珠玉，戒律洁白，可以庄严人身，好像晶莹可爱的宝珠。戒场受受戒律的道场，戒单受持比丘戒的证明书，戒善持戒的善根，如前生受持五戒者，今生的生人间；前生受持十善者，今生的生天上。此皆持戒的功德所致。戒牒又名度牒，即受戒的证明书。戒进取见执行邪戒，却以为实正戒。戒经说戒律的经典，如梵网经、优婆塞戒经等事。戒器堪能受戒的人。戒坛修戒法的坛场。戒学戒律的修学。三学之一。戒腊受戒的年数。戒腊与戒腊同，戒体受受戒法之后，受者体中得到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，谓之戒体。此戒体虽属色法，但外表无香，故又名无表色。我主宰的意思，佛教说我们通常所执着的我是假我，因为这个我是由五蕴假合合而成，离开了五蕴，根本就没有我存在。我人我与他人，我人四相一，我相即在五蕴法中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有我之所有。二人相，因为执着有实在的我，站在我的立场，就称他人为人。三众生相，与我对待的众生不止一个，所有人及非人的差别相，是谓众生相。四受者相，即在一期的生命中执着受命的长短。我所我所有的简称，有我见的人对于身外之物都认为我所有，叫做我所。我空又名生空或人空，众生虽然都有一个心身，但那是五蕴假合而成的，没有实在常一的我体，叫做我空。我空真如无我的真理，真如即真理的意思。我相识我之相，四相之一。我见又名我执，一切众生的肉体和精神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本无我的实体存在，但无人都在此非我法上妄执为我，叫做我见。我执又名人执，即妄执人有一实在的我体。我执习气随着我执而熏成的种子。我慢自高自大，不慢他人。我爱爱着自己所妄执的我。
我慢定又名牵执定，即取着禅定中所现的种种意境，以为特殊微妙。我欲取执着种种我见的言语，即乐见即乐条，即乐又作即乐，或即乐即是音乐。我论法我见和人我见的二种邪论。我痴痴是愚痴，愚痴的不明白我之真相，叫做我痴。伏羲论生天台宗说通交的菩萨，以是愿力伏于残的习气，受身于三界以利益众生。伏惑论生由烦恼的扶助而受身。菩萨为嫉妒众生而不断烦恼，因此常在三界之中受身，此即大悲阐提的行为。折服摄受，折服恶人，摄受善人，此二门乃是佛道大纲。折服是配智慧门，摄受是配慈悲门。杜顺成随间中南山人，为华严宗的始祖。求化精进努力，上求佛果，下化众生。求既受十戒至求涅槃圆寂的人，即沙弥。沙劫恒河沙数的结束，沙界恒河沙数的世界。恒河沙数是形容树木很多。沙门华意勤习，即勤修佛道和习诸烦恼的意思，为出家修道者的通称。沙弥华意习慈，即习恶和行慈的意思，又译作勤策，即为大僧勤加策力的对象。沙弥有三类，7至13岁，名驱乌沙弥，为其只能驱逐乌鸟。14至19岁，名印法沙弥，为郑和沙弥的地位。20至70岁，名明子沙弥，为在此年龄内，本来应居比丘位，但已缘未及，故上称沙弥的名字。沙弥与沙弥尼皆应受持十戒。沙弥尼为受比丘尼戒的出家女童。尼即女。沈檀沈香与旃檀香。沈名沈于生死和名于无名。决定住六种住之一，即菩萨自发的以上的不还不退之位。决定性决定的信心，决定业简称定业，即必定受报的业。见第三圣共识的第四位，相当于声闻成的预留果。见行见爱二行之一，见二行条，二行见行和爱行。见行是见思二惑中的见惑，爱行就是思惑。涅槃经说，人有二种，一者见行，二者爱行。见行之人多修慈悲，爱行之人多修喜舍。见取四取之一，即取者身见、边见等非理之见。见取见执着自己的见解，安住不舍，而且强非为是，即近于普通人的成见。见性见到自己的真性。见取使时使或五力使之一。见性成佛，见性是见到一切众生普具的佛性，此性即佛，名为佛性。见自佛性者，当下与诸佛无异，禅家名之为见性成佛。见所断三所断之一，即于见到时所断的88识见惑。见思见惑和思惑。
依小乘俱舍宗来说，是以迷理和迷事来分别见思二惑，迷于理而起之惑，如身见、边见等五不正见，叫做见惑；迷于事而起之惑，如贪、甜、痴等五烦恼，叫做思惑。依大乘为十宗来说，则以分别俱身之二起来分别。分别起的烦恼障和所知障是见惑，俱身起的烦恼障和所知障是思惑。此二惑使正受三界生死的因，断此二惑才能免三界的生死。断的次第，须先断见惑，次断思惑。断见惑之位，叫做见道。断思惑之位，叫做修道；二惑皆断之位，叫做无学道。见流位见惑能使众生流转于三界六道之中而不能出离，为四流之一。见惑二惑之一，即见解上的迷惑错误，如身见、边见等五不正见事。见惑品数，小乘俱舍利八十八，大乘为十利百十二。见爱见是见惑，爱是思惑。见二惑条，二惑见惑和思惑。见惑是见解上的迷惑错误，如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等五不正见事。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错误，如贪、甜、痴、慢、疑等五烦恼事。断此见思二惑，即证阿罗汉果，出离三界。理惑和是惑，理惑是对理性的迷惑，是惑是对事相的迷惑。见到小乘以八忍八智之十六心未见到，因十六心是出生无漏智照见真谛理之位。大乘的菩萨，则于出生止之中，中四善根之加行，而顿断分别起之烦恼所知二障，叫做见到。见结邪见的烦恼，为九结之一。见到为菩萨完成第一阿僧止劫之修行，使登出的、再出的入心中，每一的皆有入、住、出三心，通达少许二无我理，体会真如，乍见中道，故名见到位，又名通达位。见论二种细论之一，即我见、边见等之细论。细论是无意义与无利益的言论。见往为种种的邪见缠缚身心，好像往而罗生不得出离。见障四障之一，即邪见能障碍菩提。见着五着之一，即末世的时候，众生的邪见纷纭，因而着乱世间。见富贵见惑能缠缚人们，使不得自在。见地见到真理，声闻尘要在欲流果以上才能见地，菩萨则要在出的以上才能见地。见坚度八坚度之一，言教佛以言语垂示的教法，言权以言语来诠释义理。言权中道，中道之理，本离言说，但为了要说，就非用言语不可。这种言语所显的中道，叫做言权中道，与离言说的中道不同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又叫做心行处灭。言语道断，意味究竟的真理，不是言语所能言说，也不是心思所能思念。贝罗贝在召集大众时吹之，贝叶贝多罗叶的简称，此叶经东部雕，印度人多拿来书写经文，叫做贝叶经，
或被闻。身入六入或十二入之一。身土身与土，乃凡圣的一正二报，身为正报，土为一报。身子舍利弗的一名。梵语舍利，华意为身，弗多罗华意为子。舍利弗是佛十大弟子之一。身心身与心，为有情的正报，在五蕴之中，色蕴是身，受想行识四蕴是心。身心受业，身受业与心受业。身受业是欲界的恶业，由眼耳鼻等五根产生感觉相应的一熟苦果。心受业是色界中坚定至有顶天的善业，能产生与一根相应的一熟果。身光从佛菩萨身上所发出来的光，身如一通六通之一，见六通条。六通三圣圣者所得到的神通一共有六种，即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。身安乐行四安乐行之第一，即身离识过而安乐的修行法华之法。身忍行三种忍行之一，身戒身体所应受持的戒行。身见执着身体未时有的邪见，为五见之一。身受二受之一，见二受条。二受身受和心受。身受是眼耳鼻舌身等五识的苦乐感受。心受是人们意识上的忧苦感受。身相众生四大假合的色身幻象，身苦由的水火风四大所构成的身体，有老病饥渴寒热等的痛苦。身根五根之一，见五根条。五根指眼等之五根，眼根能生眼识，耳根能生耳识，鼻根能生鼻识，舌根能生舌识，身根能生身识。性根、境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因此五法是身圣道的根本，故名五根。身效身体作效。制度论说，经曰：尔时世尊，从三昧安详而起，以天眼观视世界，举身为笑。论问曰：笑从口出，或食言笑，经云何言一切生笑？答曰：佛世界中尊的自在，能使一切身如口如眼，故皆能笑。身密三密之一，见三密条。三密身密、语密、意密。就佛界言，大日如来为变法界之身，故法界体相为其身密，一切声音为其语密，周遍之时大为其意密。就众生言，手结印契为身密，口诵真言为语密，心观本尊之法相为意密。身恶作身体所造作的恶业。身清净三种清净之一，身业三业之一，见三业条。三业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身业即身之所作，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酗酒等事事。口业即口之所语，如恶口、两舌、绮语、妄语等之言语事。意业即意之所思，如贪、甜、痴等动念事。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善业是良善的行为造作，恶业是恶劣的行为造作，无忌业是非善非恶无可计别的作业。漏业、
无漏业，非漏非无漏业。漏业是有烦恼的作业，可照感分断生死的果报，乃凡夫的作业。无漏业是无烦恼的作业，可照感方便有余土的果报，乃二圣人的作业。非漏非无漏业可照感十报土的果报，乃菩萨的作业。顺现受业，顺身受业，顺后受业。顺现受业是此生造业，此生就受果报。顺身受业是此生造业，要在来生才受果报。顺后受业是此生造业，要到二生以后才受果报。罪业、福业、不动业。罪业就是罪恶之业，造了罪恶之业，将会堕落到三恶道中去受苦。福业就是福德之业，造了福德之业，将来就会招感人天的福报，享受世界上的福乐。不动业是约所修的禅定说的，如修四禅定，将来就会升到色界天去；如修四无色定，将来就会升到无色界天去。在色无色界天中，享受禅定之乐，不为外境所动，故名不动业。身与心轮，欲世尊的身与意三业，好像车轮，能够摧破众生的一切妄见。身轮三轮之一，见三轮条。三轮指佛的身口意三业。因佛的身口意三业能摧破一切众生的惑业。神通轮、即心轮、教界轮。神通轮又名神变轮，即佛以身业现出种种的神变，以引导众生起信正教。即心轮是佛以意业去识别他人的心。教界轮又名正教轮，即佛以口业去交界众生，使能依法修行。此三种是佛的身口意作用，首先以神通去化导众生，次以即心见机施教，最后则教界以使众生起行正道。神足轮、说法轮、意念轮。神足轮即神通轮，说法轮即交界轮，意念轮是佛使众生意念教法，以便去邪归正。此三也是佛的身口意作用，为律藏所说。指风轮、水轮、金轮，指惑、业、苦。人们因惑造业，因业受苦，又因苦而起惑造业，如此像车轮旋转一般，故谓之三轮。身气十二指人身的皮肤、血、肉、筋、脉、骨、髓、房、膏、脑、膜等十二种身气。身灯药王菩萨烧身为灯，以供养佛。身十五识之一，邪见十五力识之一，见五力十条。五力十五种即性的烦恼，即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、见识十条。识识又名识惑，或识根本烦恼，即一贪，贪爱无欲；二甜，甜味无忍；三痴，愚痴无明；四慢，骄慢自大；五疑，狐疑猜忌；六身见，直取五蕴根深；七边见，直取长断二见；八邪见，谤无因果，坏诸善事；九见取见，直持成见，非果即果；
十戒禁取见，执持不正戒，非因即因。前五是五顿始，后五是五力始，始是烦恼的别名，因烦恼能使众生流落于生死。邪外邪魔与外道，邪见五见始终，波无因果之见叫做邪见。凡是不合正法的外道之见都可叫做邪见。邪见网欲，邪见好像罗网，入则不能解脱。邪命从事不正当的事业来维持生活。邪宗凡不以见性为正法的宗派叫做邪宗。邪命说法只为求衣食而说法。邪性定句简称邪性定、邪定、邪定句、邪句等，为三句之一。邪善欲以邪道去煽动人，邪执固执不正当的见解，邪淫指夫妇以外的淫事，邪魔外道。邪是指左道，就是不明佛法的人，魔是指魔道，就是妨害佛法的人。凡是不明佛法、妨害佛法以及向心外求法的人，都称为邪魔外道。邪观不正当的观法，那由他数目字相等于今天的艺术。那嘉华意味龙象无罪不来等，称呼佛或阿罗汉作摩诃那迦，以喻他们都具有大力以及不再来受生死。那扎皮沙门天王的太子，以及三面八臂的大力鬼王。那含阿那含的简称，为小乘的第三果名，华意为不还，即不再还来欲界的意思。那律阿那律的简称，是佛十大弟子之一。汝位见五位条，五位汝位、烙位、身酥位、熟酥位、醍醐位。佛在涅盘经中提到汝等五位时，曾以醍醐位来形容涅盘经。后来天台智者大师便因之判定佛的一代圣教为五十教。那洛迦地狱名，华意为恶者，即造恶的人所投生的地方。汝今指华严经，是凡是因缘所生之法都叫做是，离因缘造作之法则叫做理。是度指五戒十善等是善，因五戒十善是有味的是香，故曰是，能度三途之苦厄，故曰度。是相有实事的，或是有形相可以看得到的，都叫做是相。至于讲道理的，没有形相可以看得到的，则叫做理性。是修执着是相的修，如将所作善事念念于心事。是忍指世间法的忍，共有三种，即力忍、反忍、妄忍。是理因缘生之有为法叫做是，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叫做理。世间森罗万象之相叫做是，真如的理体叫做理。是理二忏，是忏和理忏。在三种忏悔中，做法忏和取相忏是事忏，无声忏是理忏。是理三千，是造三千与理具三千。见理具条，理具天台宗有理具和是造的名称，法性的理体本来具足三千之诸法，为理具因缘而生起，为是造。是理无碍法界四法界之一。见四法界条，
四法界华严宗所立，即是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。世间万法差别之相，各有其不同，不能混淆，名是法界。真如平等的理体，为万法所依，名理法界。真如能生万法，故万法即是真如，理体是相，互融互聚，无碍通达，理即是事，事即是理，名理是无碍法界。诸法互摄，重重无尽，不相妨碍，亦多相及，大小互融，举一全收，具足相应，名是事无碍法界。是造见理具条，理具天台宗有理具和是造的名称，法性的理体，本来具足三千之诸法，为理具因缘而生起，为是造。是障二障之一，即贪、甜、痴等，能使生死相续，障大涅槃。是正是理二正之一，见二正条。二正是正和理正，在三学中，修戒学士是正，修定慧二学士理正。是观二观之一，即观因缘所生的事相，依止依赖止住，依止甚深五神身之一，见五种甚深条。五种甚深亦甚深，实体甚深，内证甚深，依止甚深，无上甚深。甚深术语，法之幽妙谓之深，深之极谓之甚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曰：诸佛智慧甚深无量。又曰：成就甚深未曾有法，随以所说，意趣难解。《探玄记》十一曰：超情曰深，深极曰甚。From《佛学大辞典》，一指阿舍离五种阿舍离之一。依他时欲依他之法，无有实体，故有幻视、阳焰、梦境、镜像、光影、骨像、水月、空花、变化式、寻相成等十种的譬喻。依他依他起性的简称为三性之一。万法无自性，不能单独的升起，需依靠众缘的具备才能生长，名依他起性。依他自性又名依他起性，三自性之一。见三自性条。三自性依他起自性，遍计所执自性，圆成实性。诸法无自性，即诸法毕竟空，故三自性即三无性。三性本不可立，然为物他故，设此三自性以说明之。参见三性。三性为十宗法宇宙万法分为三种性质，即遍计所执性，依他起性，圆成实性。普遍嫉妒一切法，然后颠倒迷执，认为或有或无者，名遍计所执性。万法皆无自性，不能单独生起，需靠众缘具备，然后乃生，名依他起性。诸法的本体，名为法性，亦叫真如，湛然常住，遍满十方，具有圆满成就真实之性，名圆成实性。此中遍计为妄有，依他为假有，圆成为实有。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。善性是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益处者，如性等善心及善心所起一切的善根事。恶性是于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害处者，
如贪等恶心及恶心所起一切的恶业事，无记性是非善非恶，不可记别之法。依他起性见三性条，三性为十宗法，宇宙万法分为三种性质，即遍计所执性、依他起性、圆成实性，普遍嫉妒一切法，然后颠倒迷执，认为或有或无者，名遍计所执性。万法皆无自性，不能单独生起，需靠众缘具备，然后乃生，名依他起性。诸法的本体名为法性，亦叫真如，湛然常住，遍满十方，具有圆满成就真实之性，名圆成实性。此中遍计为妄有，依他为假有，圆成为实有。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。善性是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益处者，如性等善心及善心所起一切的善根事。恶性是于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害处者，如贪等恶心及恶心所起一切的恶业事。无记性是非善非恶，不可记别之法。一正不二门，十不二门之一。一正一报与正报。世间国土房屋器具等，为身所依，叫作依报。众生五蕴假合之身，乃过去造业所感，叫作正报。依果又名依报，即身体依之而住的果报，如国土山河大地房屋器具等事。依法不依人法，四依之一，见四依条。四依法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时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。四依止行，四依即祭扫衣，常起食，树下坐，服烂药。此四重法是入道之源，是上根利器之所依止，故名行四依。执法四依即依法不依人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时。依通依靠药力或是咒术而显现的神通。依报又名依果，见依果条。依果又名依报，即身体依之而住的果报，如国土山河大地房屋器具等事。依缘依他起性与缘成实性，见三性条。三性为十宗法，宇宙万法分为三种性质，即遍计所执性、依他起性、缘成实性。普遍嫉妒一切法，然后颠倒迷执，认为或有或无者，名遍计所执性。万法皆无自性，不能单独生起，需靠众缘具备，然后乃生，名依他起性。诸法的本体名为法性，亦叫真如，湛然常住，遍满十方，具有圆满成就真实之性，名圆成实性。此中遍计为妄有，依他为假有，圆成为实有。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。善性是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益处者，如性等善心及善心所起一切的善根事。恶性是于现世及来世对自他都有害处者，如贪等恶心及恶心所起一切的恶业事。无记性是非善非恶，不可记别之法。一义不一语法，四一之一，见四一条。四依法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时，
依了一经不依不了一经。四依指行四依，即祭扫衣，常起食，树下坐，服烂药。此四重法是入道之源，是上根利器之所依止，故名行四依。指法四依，即依法不依人，依了一经不依不了一经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识，是烦恼的别名。因烦恼能使众生流落于生死，见识十条。供养奉养的意思，对上含有亲近奉事尊敬的意思，对下含有同情连错爱护的意思。工具又叫做供物，即无人时常拿来供养佛菩萨的物品，共有六种，即花、涂香、水、烧香、饭食、灯明等。如是次第，乃是表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等之六度。供养法种种供养的方法，来果来世的果报。两舌十二业之一，即搬弄是非、离间他人。两足尊，术语佛之尊号也。以佛在有两足之有情中，为第一尊贵故也。又两足者，言戒定福慧等之功德，以佛于此等功德为二足而游行法界故也。法华玄赞三曰：佛于二足、多足、无足一切中尊，今云两足尊于三类中，两足为贵，能入道故，为人天类。佛亦两足，故言两足尊。法华嘉祥书四曰：两足尊者，或以戒定为二足，或以全食为二足，或以福慧为二足，或以解行为二足，此皆内德之二足也。外行以天人为二足，佛是天人二足尊也。光明文具记三曰：待金明十号中两世，一曰人天善去两足为贵，佛于天人中尊；二曰福慧具备名为两足。From 佛学大辞典。两足尊佛的尊号，因佛在两足的有情中是最尊贵者，又两足是指佛福慧两足。From 佛学常见词汇，来迎佛菩萨从极乐世界前来迎接念佛的人。两合泥莲禅和与拔提合，佛在泥莲禅河边成道，在拔提河边涅槃。前未有于涅槃之处，后未无于涅槃之处。具戒具足戒的简称。两垢有垢真如与无垢真如。有垢真如即自性清净的理体为烦恼所垢染，亦即在禅真如。无垢真如即佛果所显的清净理体，不为垢染所覆，亦即出禅真如。两界金刚界与胎藏界，两属黑白二属，以喻白天和晚上。具戒方便在受持具足戒之前，应先方便的受持五戒或八戒。具之根三无漏根之一，见三无漏根条。三无漏根是二十二根中最后的三根，即谓之当之根、已之根、具之根。谓之当之根是由于其众意、乐、善、舍、即性、情、念、定、慧九根，在见道未修习，对于四谛理欲知而未曾知，故名谓之当之根。已知根是前九根尽至修道未断或证实，对四谛理已述属了之，故名已知根。
具之根是前九根修至无学到位，已知四谛具有其知，叫作具之根，即对四谛之理，以具之正之了。具界的菩萨十谛中之第二谛名，因第二第三具界具足。具足界具足圆满之界，如比丘的二百五十界及比丘尼的三百四十八界是。具受比丘的通称，因比丘不但具有世间的寿命，而且具有法身的慧命。到彼岸梵语波罗蜜多的意义，为越过生死的大海而到达涅槃的彼岸。至戒佛对弟子们所制定的戒律，至门是指罪恶之门。如来悲德所垂五逆十恶一律摄受，是为化门。如来智德所发，是指诸恶毫无容赦，是为智门。以上二门也就是化智二教。智教是指罪恶的教法以及戒律。智听二教佛所制定必当受持的法，叫做智；听其方便随意执行的法，叫做听。故智法若不实行必有罪，听法不实行也不畏罪。取对所爱的境界直取追求，取之十二支之一，取结取与结都是烦恼的别名。取着对所爱的境界，只取贪着，不能舍离。受人类的感官与外界接触时所产生的感受，受有三种，即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受用土三佛土之一，受用身法相宗所立佛三身之一，见三身条。三身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。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，即常住不灭、人人本具的真性。不过我们众生迷而不显，佛是觉而证得了。报身是由佛的智慧功德所成的，有自受用报身和他受用报身的分别。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内证法乐之身，他受用报身是佛为实的菩萨说法而变现的身。应身又名应化身或变化身，即应众生之机缘而变现出来的佛身。受戒领受佛戒，受戒入位受持佛戒，便等于进入了佛菩萨的法位。受戒监度二十监度之一，受觉与受记同意，受具受持具足戒，受记从佛处接受将来必当作佛的记别。受空三轮体空之一，见三轮体空条。三轮体空就不失言，失者受者和所失之物谓之三轮。行失后此三轮相不存于心，名三轮体空。受持领受一持，受想行识五蕴中之后四蕴，此四蕴属于心法，故又名非色的四蕴，未成六尘之一。受随受是受持具足戒，随是随着戒体而去如法修行。受蕴五蕴之一，见五蕴条。五蕴蕴是积极的意思，五蕴就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色就是一般所说的物质，便爱味意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种所造。受就是感受领纳味意，其中包括苦乐舍三受。
想就是想象，于善恶增爱等境界中取种种相，做种种想。行就是行为或造作，由意念而行动去造作种种的善恶业。识就是了别的意思，由识去辨别所愿所对的境界。在此五蕴中，前一种属于物质，后四种属于精神，乃是构成人生的五种要素。喝佛骂祖堂朗州德山院宣鉴禅师一日上堂说：“我这果，佛也无，法也无，达摩是个老骚胡，识的菩萨是单笨汉，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，菩提涅槃是细驴觉，十二分教是点鬼步，是窗纸。”佛是老胡始觉。又有一僧问韶州云门山文眼禅师：“如何是佛？”云答：“干始觉。”他也曾说过：“释迦出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的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云，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老僧当时若见，一棒打杀与狗子吃，贵图天下太平。这都是提醒世人，凡有相者皆是虚妄，纵是经典佛像，或圣或贤，既落行机，皆属生灭，并不是正常如实之道。